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01面，501面第五行。从第二句看起，进修戒要，又进修戒要。赞念佛法门云：六字同摄万法，一门即是破门，全思即理，全妄归真，全信其修，全修在心。这是下莲居老居士在《进修戒要》里面赞叹念佛法门六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同摄万法，前面已经详细的说过了。不但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最后都归到这一句名号，即是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无量无边无尽无数的法门，到最后也是归这一句名号。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一门就是净土法门，净土法门就是普门84000法门，无量法门呢，这一门也同摄了全思即理。思是指我们发心念佛这桩事，理是自信，这一桩事情与性体相应因为这句名号是自信的德号无量觉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正像华严经上所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全妄归真妄是指的阿赖耶，阿赖耶所变现的万事万物十法界一真庄严阿赖耶变的阿赖耶有没有离开自性呢？没有，阿赖耶所变的一真庄严没有一样离开自性所以教下常讲万法归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性是一切万法的离体没有离体就没有现象所以现象是从离体里面流出来的
全修起心啊，全心起修，全修在心，性修是业啊，性修不二啊。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这个事实真相呢？那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见性就成佛了。这是说这弥陀名号净宗法门跟性相的关系啊，它是一不是二。光学原为深入，专修即是宗旨啊，这两句话说得很好啊。光学的目的在哪里？目的是明心见性，这叫做深入啊。如果光学不是目的，不是在明心见性，那你就学杂了，学乱了啊，越学越远了啊。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后的目的是一个，全都是明心见性，包括我们老实念佛啊，这是一个方法啊，是法门之一。这个法门的终极目标也是见性啊。如果学习最后的目标不是明心见性，这就不是佛法，决定不是大乘啊。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啊。中国传统学术讲圣学，圣学最后的目标是成圣人啊，比圣人低一级的是贤人，再低一级的是君子，就像佛法里面的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一个意思啊。再认真再努力的学习，终极的目标达不到，那我们就修学错了啊。学佛前面讲得很清楚，学佛的目标就是成佛啊，佛成不了要成菩萨啊。我们真的学到了啊，真学到了，就像前面所说的，智慧福德圆满了啊，佛是圆满的智慧呀，圆满的德相啊，真得到了啊。为什么能得到？因为圆满的智慧，究竟的德相是自性里头本有的啊。世尊在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因为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呢，都有法性呢啊，法性里面圆满具足。讲佛性是法性里面的本具的般若智慧，不是向外求，外面没有东西啊。我们要深深相信，一点怀疑都没有。佛告诉我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这个心就是心性
啊，就是自性。啊，学佛的最后的目标，明心见性。啊，佛教传到中国2000年了，确实把中国传统文化提升了，丰富了。啊，儒也讲明心见性，道也讲明心见性。学儒，他也学佛；学道的，他也学佛。儒释道这三样东西，在中国成为普遍啊共同修学的过程。学佛的人没有离开传统文化，不但没有离开，用传统文化代替戒律啊，作为我们基础的课程啊，扎根教育啊。所以佛教在中国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2000多年来至少成就3000以上的人成佛，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慧能大师最为突出，这是因为他不认识字，他没学过，在五祖忍和尚麾下一席谈话就大彻大悟啊，这个是立根当中的上上根啊，这种人只有他一个，六祖之前没听说过，六祖之后没看见过啊，但是35年开悟的，7、8年开悟的，10年、20年开悟的很多开悟的时间虽然不一样，悟入的境界是相同的。啊，至少《华严经》上所说的原教初住以上啊，别教是初地以上啊，大彻大悟的人他超越十法界了，不但超越六道，他超越十法界了啊，在六道十法界里头一尘不染。啊，所以他智慧现前了。世间人有智慧，因为染污，把智慧变成烦恼，变成妄想，变成执着。啊，大经就常说，烦恼即菩提。烦恼跟菩提是一，不是二。迷的时候叫烦恼，悟的时候叫菩提，一桩事情啊，转烦恼为菩提，这句话是决定正确，不会让人误会。说断烦恼正菩提，烦恼真的断了，菩提就没有了。你正什么菩提呀？啊，只是迷悟的差别。啊，从迷转到悟，那就烦恼断了，菩提生了，就这么个意思。
啊，那么由此可知，烦恼是永远断不了的。菩提是永远出生无尽，啊，就智慧啊。那不放下，烦恼就转不过来。要转过来，才真正享受到和谐、幸福、美满的一生。啊，转不过来没有啊，假的。啊，再大的福报，再高的地位，都没有幸福可言。啊，这是我们亲眼看见的。这个社会上有很高地位的人，拥有很多财富的人，他不快乐，他有烦恼，他有忧虑，他有牵挂，那换一句话说，他没有幸福可言了。那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幸福美满与贫富贵贱不相干，啊，与地位与财富不相干。真能够在六道，在十法界，啊，六根戒除这个六种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究竟圆满的幸福人生。啊，你超越了，你脱离了。脱离之后，你看这个世间人就看得清清楚楚。中国古人所谓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你跳出这个圈子就是旁观的了，那你比什么都看得清楚啊。他今天出了事情来向你请教，你就可以教他。为什么？因为你是局外人，你看得清楚，他迷在里头，他看不清楚。啊，你一指点，哎，他觉悟了。啊，如果我们也在六道里头，也跟他们一样迷惑颠倒，啊，那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怎么能帮助别人？啊，这就是古大德所谓的必须要跳出红尘。啊，红尘是六道轮回啊。你才能够帮助红尘里苦难众生。啊，你自己没有跳出，你就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本能。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所以记住，广学原为深入，但是广学绝对不是初学人能做到的，初学就广学那就错了啊，那广学的时候变成了严重的所知障啊，初学应该着重在底下这一句，专修即是宗旨，要用这个方法啊，专修修到开悟了再广修啊。善财给我们表演了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中
专修啊，一门深入啊。啊，他修什么法门？现在我们知道了，他修念佛法门。为什么？文殊菩萨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善财是文殊得意门生入实的弟子啊，怎么可能跟老师相违背呢？啊，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在教下讲，成就了根本智。根本智得到了。般若经上说，般若无知，根本智是无知。根本智是什么呢？是一心，是一念，最极清净心，这是根本智啊。清净心起作用叫何德智，起作用是无所不知，这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无所不知是广修啊，无知是专修啊。啊，无知是见性，无所不知是从性起用。啊，其用记住不是自受用，没有自受用，全是为他的。啊，化身菩萨就有这个能力了，就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就能够普遍应化在十方世界，与十方世界一切六道众生，这特别指六道啊，六道里头有缘众生啊，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要记住，佛不度无缘之人。无缘是什么呢？他不接受你，他不相信你，他不听你的啊，这个佛就渡不了了。有缘全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啊，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们并不是只有这个地球，我们在这个地方生活，不是的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这个太空当中无量的星系，我们都曾经住过，都曾经在那边生活过。那所以，我们的有情众生遍在法界里头。啊，不管是善缘是恶缘，他们有求救的念头，有求帮助的这个意愿，你要是化身菩萨，就是初住以上，你统统知道。啊，他念头还没起来，那个波动的现象就周边法界了，你就收到了。啊，你跟他有缘，自自然然，你就会现身，就会帮助他。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他起心动念啊，来求帮助啊，求佛求神呢、啊。啊，佛菩萨应化到世间，决定没有起心动念，没起心动念，怎么应？
我们用一个比较容易懂的名词，佛家的名词叫感应。一般呢，回应、反应。像江本博士做水实验，这一瓶水，他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确实具足这个能力，见闻求知。受想行识真具足。我们有个善念对他，我喜欢你，我爱你。他是不是起心动念了？回答我，不是的。他没有起心动念，直接回应给你。佛在经典里面举的比喻，像敲鼓、敲钟。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我们扣的人有心，有分别之处。他回应没有分别之处，也没起心动念，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设法界，没起心没动念。这个要知道，他要起心动念，他堕落了，他变成凡夫了。起心动念尚且没有，他怎么会有分别之处？他能把我们的问题解决得那么圆满，那么自在，那是自信的心得。他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自信里头没有这个心得，他帮不上忙。他晓得。他的心得跟我们的心得是一不是二，他才能帮得上啊！如果是二啊，帮不上了，他是一，不是二啊。所以这个是广学跟专修。也是一不是二。善财童子在老师文殊师利会下得根本智了，用净宗的术语得理业心不乱了，那就根本智，那就是自性本定。起作用是后得知。应化则设法界起作用。显示的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表演给我们出来的。怕的是我们看不懂。故意做出这个样子出来给我们看。这样子是五十三参。五十三参是什么意思？一定要懂。就是我们从早到晚，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你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一切人事物，就是五十三参。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是在家出家通游，有帝王大臣，有贩夫走卒，就是社会现象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会心里头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这是定。天天敬礼，
定慧是天天增长。这是智慧，不是知识啊。现在人学佛碰到最大的一个难关是什么呢？把佛法当作知识去求，错了。知识纵然你听得多、读得多，还是古人所说的“即问之学”。下头一句话就不好听了，“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为什么没开悟啊？不闻强记，这是世间的学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大彻大悟。有人从广学大彻大悟，有人从专修大彻大悟，都行，都可以做到大彻大悟。为什么呢？大彻大悟基本的条件是放下，你能放得下就大彻大悟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了，学了12年。印度大概所有的高人他通通都见过了，都跟他们学过了，再找不到老师了。他不是再继续去参学，他放下了，把12年所学的东西通通放下，这才开悟。放下所执障啊，19岁离开家庭，舍弃了王位，舍弃了宫廷的生活，那是放下烦恼障。12年的求学放下了，是放下所执障，二障没有了，开悟了。开悟之后，过去广学多闻的起不起作用？起作用，变成什么？变成获得知，无所不知。真正根本知得到了，还要去修获得知，那就是53禅。那很容易，一点都不难，就是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一看就明了，一听一接触全都通达明了。龙树菩萨给我们表演了一招，用意很深呐。他正道初地，实在讲，他那个初地是别教，不是圆教，就是圆教的初住菩萨。什么功夫呢？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成佛了，真成佛了，不是假的。只有无始无明的习气没断，无始无明破了，还有习气在。习气什么时候断掉？到妙觉才断掉，习气没有了。习气没有了，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今天知道，十报庄严土是无始无明习气变现出来的。
啊，所以他是真正的净土。啊，他这个里头没有变化。要知道，所有一切变化都是分别之处，啊，他们没有分别之处，连分别之处的习气都没有。啊，所以他那个境界里头都是永恒的。啊，人没有生老病死，树木花草没有生住一灭，山河大地没有沉住坏空。啊，我们这边一切的一切是无常的，他们那边是真常的，所以叫一真法界。时间很久啊，称之为无量寿啊。古大德说得好，无量寿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有量的无量，一个是无量的无量。一真法界诸佛十报土的寿命是有量的无量，常寂光呢，真正的无量的无量啊，常寂光只有一位妙觉。啊，十报庄严土有四十一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他们住常寂光。在常寂光里头，三个阿僧祇劫才能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掉。啊，无始无明习气断掉了，完全没有了，那就叫妙觉，十报土不见了。啊，常寂光土现前了，回归常寂光。啊，常寂光起不起作用？起作用，与一切众生起感应道交的作用。啊，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诸佛菩萨现身说法在什么时候？就在当下。楞严上说得好，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他没有来去，不是说从那我求他来了啊，他教导我之后他就走了，他没有来去。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生灭。啊，我们用佛经的术语，它只有影现不同。啊，缘具足了，你就看见了现身；缘不具足了，没有了。啊，没有了，它也没有灭，它也没有去；现身，它也没有来，它也没有生。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我们初学，从专修比较妥当。啊，为什么？专修就是持戒、守规矩，一门深入。啊，哪怕经典都丢掉没关系，我这一门就是一句佛号。用一句佛号成就的人在历史上很多啊，而且时间不长啊，一般都是三年，三年不到。更新力的两三个月，更新恒顿的大概三年啊，他就行了，欲知时知
自在往生，往生的时候不生病啊，没有病苦啊，说走就走了，瑞相稀有。圣贤录里头，往生传里面的记载我们看见过了，现前念佛的往生人在我们面前，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不是假的。谭旭老法师晚年在香港度过的，这个老人说话不骗人的。常常说念佛好啊，念佛求生净土啊，无比殊胜的法门啊。他一生亲眼看见的十几个听说的很多很多。亲眼看见的，他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黑龙江哈尔滨市修无法师哈尔滨的极乐寺是他建的，东北他建了十几所寺庙他老人家对东北佛教贡献非常大，真可以说是第一人。极乐寺建成了，他请他的老师地仙老和尚传一堂戒作为纪念，道场改成功了。修无法师就在这个道场往生的，亲眼看到的，没有一个不赞叹的。修无法师没出家之前做泥水匠，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以后出家也没有办法学经教，在常住里面呢做苦工不怕吃苦，别人不愿意干的事情他干一点怨气都没有你是无论什么人见到他都是满面笑容，欢欢喜喜，什么吃力的事情苦差的事他全干极乐寺传戒需要义工，他不是极乐寺，他是外地的和尚听说这传戒嘛，他报名来当义工老和尚问他了，你能做什么呢？他愿意照顾病人那个时候传戒是3个月，时间很长难免没有伤风感冒的生病的人的时候他发心照顾就报名就住下来了，分配他的工作了大概住了没多久，正式开戒还没开始，他就给谭老法师告假，他要走了谭老有修养来去自由
啊，不过问了。定西法师、张家师，啊，他就没有老和尚那么厚道，就责备他，啊，你这个出家人没有道心，啊，传戒时间不长，你都不能坚持到底吗？啊，怎么来了几天就想走了呢？啊，怎么没有这么狠，没有狠心呢？他跟着两位老师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两个老和尚一听，啊，真的吗？真的，几时啊？不出十天。请老和尚给他准备200斤劈柴，准备火化。啊，定西法师马上就吩咐，叫他准备。到第二天又来了，跟老和尚说：“我明天就走了。”啊，匆匆忙忙给他准备。啊，他要求找几个人呢，帮他租孽。哦，那个喜欢去租孽，看到往生人可就多了，啊，大家都喜欢。啊，走的时候潇洒了，没病了。啊，临时在这个小房间里搭了一个床铺，他盘腿坐在上面，大家念佛送他往生。啊，送往生的人跟他说，啊，给他讲，修武师，你今天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在过去往生的人，像这么潇洒自在的，总得留一点纪念给我们。啊，请他做几首诗啊，做几个偈子给我们。他说，我是老粗出身，一生都是做苦工，我也不会做诗，我也不会做偈。啊，你们大家都来找我们，我有一句话，啊，告诉你，留给你们做个纪念。那是什么话？他说：“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智慧。”就留这一句话。啊，他自己不能说，他真干。啊，真放下了。真正修福啊！啊，常住里头，粗活、重活，人家不肯干的，他干，他在修福，佛慧双修。修慧呢，就一句佛号，他什么都会，就念阿弥陀佛。啊，佛号不间断了，走的时候那么自在，那么潇洒。谭老说，像这样往生的，他亲眼看到的，一生看到十几个人，这哪里是假的？这装不出来的。啊，那听别人讲的，那就更多了。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你像地仙老和尚那个徒弟锅炉匠。站着走的也是没有生病啊，啊，说走就走了，还站了三天，等老和尚替他办后事，啊，死了站三天，你看真有本事啊，他不倒啊。啊，所以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专修成功的。啊，那他们这些人要不要广学呢？当然要广学。什么时候广学？到极乐世界才广学。高明啊，在这个地方怕乱了心念头啊。我只一门深入啊，一个念头啊，到极乐世界不要紧了。无量寿，有的是时间。
啊，这个地方的时间不长啊，纵然和尚一百天，也是一刹那。啊，这个一百年呢是一刹那了。啊，时间过得好快呀，不够用啊。啊，所以那才叫真正有智慧。一切放下，专念阿弥陀佛。啊，到极乐世界，在广修多闻，容易啊。啊，极乐世界修一天，我们这个地方学一万劫都比不上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即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阿惟越智菩萨平等，这还得了吗？阿惟越智菩萨就是华严经的41位法身大士啊，你有能力分身，有能力化身，分多少身化多少身，能够分身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十方诸佛如来有多少佛，你可以分多少身，同时每一个身你去拜这尊佛啊，你供佛是修福，你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你一天所学的，在娑婆世界无量劫都学不到，你到极乐世界一天就圆满了。天天这样干还得了吗？所以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就快在这个地方啊，他可以同时学啊，啊，自己的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没动，分身每一尊佛面前都有你的身，你全都学到了啊，同时学到啊，无量的法门一次完成了，这一种殊胜的道场啊，啊，殊胜的学习机缘，他方世界没有，变法界、虚空界找不到，只有这一家。所以，诸佛称赞弥陀。光中极尊，佛中之王，等于说是这个称号是诸佛如来共同尊颂给阿弥陀佛的。啊，我们今天有缘遇到了，能不抓住吗？啊，能不成就吗？如果空过了，那叫真可惜啊！啊，特别是我们生在现前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是整个地球社会动荡不安，史无前例。啊，又遇到地球的灾变频繁，
啊，过去没有这样的记录。啊，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呢？就是一句六字后面。这问题全都化解了。众生的共业我们没有能力化解，我们的别业化解了。啊，灾难要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欢喜接受啊，我欢喜，诸佛菩萨也欢喜，为什么呢？正好接引往生嘛，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如果你还有任务，你走不了。灾难在你面前，你也平安度过。啊，那是什么？你要留下来收拾灾难的残局。你要帮助这些苦难众生，你有任务。啊，往生成佛去好，留在这个世间救苦救难也好，再辛苦一些。下面这两句，深深唤醒自己，念念不离本尊，这叫相应。古德常说，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本尊是阿弥陀佛，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念佛人最重要的是要把心换掉。啊，早年李老师教我们这些年轻人常说换心呐。啊，怎么换法呢？心里面这些拉拉杂杂东西清除掉，放下，把阿弥陀佛放进去。啊，就是中峰禅师在细念法事里头所说的，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你还能不往生吗？啊，心是阿弥陀佛，口当然念阿弥陀佛。深深唤醒自己，自己是阿弥陀佛了。这个不是假的。前面我们读过阿舍王子。啊，他们这个小团体听佛讲无量寿经，听得欢喜。啊，心里面都发愿，我们决定要升到极乐世界，我们要成佛，我们要成佛，像阿弥陀佛一样。啊，才起心动念，佛就知道了。啊，阿弥陀佛说出阿舍王子这些人过去生中跟阿弥陀佛的缘分，为他们受记，他们将来必定往生，
必定满愿呐、啊。啊，这是来给我们做榜样的，做模范的。啊，学阿弥陀佛就得学像啊，要像阿弥陀佛了。啊，都变成阿弥陀佛的分身，这就对了。又云，这还是《进修捷要》上说的：“无量光寿啊，是我本觉。起心念佛了，方明实觉。”光是智慧，寿是福报。啊，无量的光寿，那就是说究竟圆满的智慧福德，这是你自心里的本有的本觉。事出是法，设法界一真庄严，谁有究竟圆满的智慧福报？找不到一个。大梵天王没有啊，摩西首罗天王也没有啊，啊，只有诸佛如来具足。诸佛如来是我们修成的，怎么修法？放下就成就了。这一句话我们听得耳熟，但是问题在哪呢？问题放不下了。啊，那我们必须要记住，放不下就不能成就，放不下就不是真学佛。啊，要放下身见，从哪里放弃？从自私自利放弃。啊，要知道我们无量劫来被自私自利害惨了，要不然早就成佛了，早到极乐世界了。啊，就是放不下自私自利，放不下名闻利养啊，贪念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稍稍不小心就搞到三途地狱去了。啊，堕三恶道太容易了。啊，一个不小心就下去了。下去之后再出来很难。啊，三恶道，我在讲经的时候说过很多次，是消我们罪业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消罪业，要把我们无始劫来那些罪业消尽了，你才能出来。罪业没有消尽，出不来。啊，就是说我们这一身的染污肮脏到那里去洗干净，洗干净就出来了。啊，可是出来不久呢又被染污了。那再堕下去再重新再洗一道就干这啥事啊。
啊，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没有真正觉悟，真正觉悟出来之后，不再干傻事了。啊，那就是说，不再搞自私自利了，不再搞名闻利养了。啊，真的把这个东西放下。啊，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彻底放下。求生净土，真叫万修万人取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因此，这个经不能不读。烦恼现行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状况了，怎么办？读经，万缘放下，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个一两遍，你问题就解决了。啊，清净心现前了。清净心生智慧，智慧能解决问题。换一句话说，解决真正解决问题的，佛菩萨给你做增上缘，谁解决的？是你自己的心得解决的。啊，借着佛菩萨这个缘呢，把自己心得里头的智慧德能引出来，问题解决了。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啊，所以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帮助众生从初发心到圆满成佛，他不鞠躬啊。哦，他做多少没有？为什么？是你自己成就的。啊，他只是给你做个增上缘。清净缘是你具足的。所缘缘、无间缘都是你自己具足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就像现在学校老师对学生的帮助，完全相同啊。好老师只能把他成功的经验讲给你听。啊，你觉悟了，你明白了，你自己晓得怎么做。啊，能够做到圆满成功的境界，啊，老师的恩德是指示我们方向，指示我们目标，告诉我们这些方法，啊，成功与失败就看你自己是不是真干了，啊，真听话，真干。没有一个不成功。说齐心念佛呢，这就是十九。十九和本九，本九跟十九是一个九，无二无别。你觉得什么？觉得是你本九啊。你自信里头本来没有啊，本来有啊，因为迷了就不觉。哎，现在把迷惑放下了，就觉悟了。啊，用什么方法？念佛的方法最好。
啊，为什么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本觉的德号啊，无量觉吗？阿弥陀佛翻成中国字是无量觉吗？无量觉是自信里的本觉。我现在不觉了，迷了，啊！从今天起，天天念无量觉，就把自己的本觉给念出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情啊。特彼一正邪恶自性，十本不离，直取绝路啊！啊，现在我们依靠阿弥陀佛的依报，就是极乐世界。我们要到那里去，那个地方是最理想的修学环境。正报是阿弥陀佛老师啊，好老师，好的学习处所啊，我们要依靠他啊，依靠的邪恶自信，一正庄严都是我自心变现出来的，因为我心跟阿弥陀佛的心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自他不二啊！啊，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讲，这伦理关系啊，要晓得阿弥陀佛跟我们是一个心，是一体，这关系多密切啊！不是一家人呢，是一体。啊，我们一体里面，外面是眼耳鼻舌身呢，里面是五脏六腑啊，一体呀。啊，从这个地方认知，然后你就觉悟到，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为什么呢？唯心所现，这个心就是自性，啊。就是《还原观》里头讲的自性清净圆明体，能生万法了啊，遍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刹土全他变现啊，学大乘一定啊要认知，你要认识，你要知道，你要承认，啊，变法界、虚空界跟我是一体。真明白了，真懂得了，你对任何一个人就像对自己一样，这是大乘，这是一切法里头无与伦比的第一法。啊，哲学里头没有说到，科学里头也没说到，一般宗教里头也没说到。啊，只有佛法大乘教里头讲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啊，所以讲伦理，伦理是讲关系。只有大乘讲得透彻，讲得究竟，讲得圆满。十本不离，直取绝路。啊，这个绝路就是梵文里面所讲的
萨婆若海，啊，这就是直趣自性，自性是觉，不是迷，啊，自性确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我们迷了自性了。啊，什么时候直趣觉悟呢？法身菩萨。啊，十本不离，法身菩萨才做到啊。啊，那今天我们知道啊，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菩萨统统做到。啊，连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他都能做到。为什么？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四十八愿第二十愿。阿弥陀佛说啊，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是弥陀本愿威神加持的，你没有到这个境界也到了，等于到了。啊，这就是念不退，三种不退，第一个是地位不退，绝不退到三恶道，决定不退到六道轮回。啊，第二个是行不退，啊，决定是大乘菩萨，不会退到二乘，啊，不会去做阿罗汉、做辟支佛。第三个叫念不退，念念都向着萨婆罗海，就是念念直趣觉悟。啊，萨婆罗海实际上在极乐世界就是常寂光啊！啊，念念去向常寂光净土。那就是圆满的回归自性了。啊，都是讲的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底下两句话很重要。战而相为便多无明。啊，所以说不小心啊，那个战而就是不小心。啊，这不小心堕落，堕落到地狱去了。啊，真的叫一念不觉，错了。啊，功夫就在如何保持，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然，这是三归一呀！啊，为什么一进佛门，佛就先把这桩事情交给我们，方向目标交给你了。啊，你皈依三宝，为的是什么？学的是什么？想得到的是什么？觉真净。这个八个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又无量寿经起心论云，须知持名一法啊，持是保持不能够间断，
啊，名是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一个方法最为简要啊，简单啊，重要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它相比，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最可靠啊，而且成就又最高，这个不可思议啊。啊，成就最高，因为它跟一心相应。啊，这是自分。啊，那他立的时候呢，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这就无比的殊胜。说行者，念佛人，初发心时，贵有定课。啊，也为一般六道众生。说实在话了，根性都是中下根性啊，不是上根立志啊。中下根性最重要是老实。老实就定课啊，每天定一千声，或者一万声，或者十万声啊，最好是由少至多，由散入定，这教你方法了啊。开始不要定太多啊，每天早课念一部弥陀经，弥陀经短好念，几分钟就念完了，念一千声佛号啊，晚课也是这么做法，早晚一样啊，简单的容易做 啊，贵在坚持不断，天天不能断啊，念个两三年，功夫得力了，再增加，啊，一天念两千或者三千，慢慢往上加，这就对了。啊，绝不好高骛远。除了定课之外，这就有散课。散课就想起来就念。啊，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场所，啊，只要不扰乱别人，人多的地方自己静下来默念，啊，心里面念佛不要出声，就不干扰别人，摄心很难。摄心是真正的功夫啊！印光大师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用意很深呐、啊。这是西方大势至菩萨再来啊！啊，他教给我们的方法，那就是现代人。可行的方法，他出生在这个时代，用他那样的十念法啊，念得清楚，念四个字也行，六个字也行啊，四个字阿弥陀佛，要这样念。印光大师念佛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念得清楚，字字清楚，
听得清楚。啊，还有什么？记得清楚，不要用念珠。啊，老法师告诉我们，用念珠分心、分神。啊，心力很难集中，完全用心记，只记十个数，从第一句到第十句，知道这一句是十句里头的第几句，很清楚。啊，十句念完了，再从一到十，一到十，就这样念下去。啊，容易摄心，也就是杂念不会起来，因为一起杂念，你就记不清楚了。啊，这个十句就记不清楚了，记不清楚不算，重来。这个方法好啊！啊，一定要记得清清楚楚才算数。啊，那初学十句真难呢，不容易啊！啊，念到六七句就乱了。啊，老法师告诉我，你可以分为两段。啊，第一句到第五句。有人问我，我念到第五句了，我再从第一句到第五句行不行？不行。啊，从第一句到第五句，第二个五句呢，是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要这样记法。啊，乃至于用三三四都可以。第一句、第二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你要这样记法才行，啊，才能摄心。啊，你要是我三句一二三，或再过记再记一二三，这个不行。啊，这个不能摄心。啊，胡晓林用这个方法，用了四个月，他来告诉我，很有受用。啊，以前念佛就是杂念太多。啊，这四个月训练之后，杂念就少了，没有了，欢喜无量啊！念几个小时不知道疲倦。也没有感觉到好像好长的时间，啊，念三四个小时就像几分钟一样，就这种感觉。啊，祖师传下来这个方法，大家不妨试验试验看。后面说呢，从少至多，由善入定。啊，慢慢确确实实，你就自然成就念佛三昧了。随其念力，俱可往生。啊，念佛的目的只有一个，求生净土。清净弥陀，啊，这个愿望一定可以达到。又安乐吉云，称名一耳，但能专制相续不断，定生佛前。称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念佛，啊，重要的是呢，是专制，就是本经上所说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专念阿弥陀佛。啊，
相续不断的定生佛境，你决定的是啊，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啊，我们在这个世界生生世世啊，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学佛，才开始遇到这个法门，不是的。过去生中有深厚的底蕴，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啊，也可能是过去临终的时候预言不善，一念相违背，这又搞轮回了啊，在这一生当中又遇到了，跟过去的善根呢接上了。那这一生如果再疏忽呢，那要等来生后世啊，来生后世不知道要经过多长时间呢，那得受苦受难啊。如果真正觉悟，我不愿意再受苦，不愿意再受难，我希望这一生当中成就，你就相续不断，你这一生决定的生。后面说精劝后代学者，若于晦气二谛也，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啊。这是祖师大德劝勉后代的学人啊，如果要想融会二谛，二谛是真素，是空有啊，你要能够融会呀，但知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吗？念不念？念，念得很认真，虽然念不着相的啊，这个意思就是不分别不执着，净念相继啊，这是什么？这是第二重的功夫。第一重要念到净念，印光法师的方法是帮助我们得净念啊。净念现前了，要不要计数了？不要了啊，清净心现前了。我们计数目的是把杂念打掉，你要这个诗句记得不清楚，杂念来干扰你啊，所以这个方法就是大势至菩萨所说的都摄六根啊。怎么六根摄不住，用这个方法能够都摄六根，六根真都能够受住了啊，眼把色放下了，耳把声放下了，鼻把嗅放下了，一切都得到平等了，清净心现前了啊，就是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现前了，这不是凡夫，这是菩萨了。菩萨向上一着，把烦恼所知彻底放下，智慧开了，
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成就自己的功德，同时成就利他的功德。要知道，你在这念佛，在这用功，有形的众生啊，人看到你，畜生看到你，受你的加持，他会有所感动，啊，没发心的人看到发心了，已经发心的人看到，他向你学习，他真修了，啊，还有无形的众生，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啊，这个里头有天神，有鬼神。啊，他们的人数更多，多到你无法计算。这些人看到了，恭敬你，赞叹你，拥护你，向你学习。啊，所以功德成就是自他两利呀。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行。”功德智慧是不能分开的，功是功夫。啊，这个德跟得失的德意思相同，啊，也就是谚语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耕耘是功，你功夫了你就有一分收获，啊，也是古大德常讲的功不唐捐的意思，啊，他不会失掉的。啊，成就自己，利益众生呐。啊，细念相续不断呐。啊，菩萨修心，啊，修身先修其心，心正，言行没有不正的，啊，心邪，想学正，他也正不了。为什么？他带着邪恶的习气，把自己这个正的功夫都破坏了，啊，这是现在真正修行的难处。都不是有意的，无意的，成习惯了。啊，这一点，我们真正想在一生成就的，不能不小心谨慎，啊，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熏习成一个坏的习惯。啊，如何能养成好习惯？
那就必须要遵守，要真正落实《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真功夫啊，真的基础啊。不下这个功夫，这个功德很不容易成就，会被这些不良的习气破坏了。这些习气你自己不知道，不知不觉，以为我自己做得不错，做得很好。到最后临命终时，往生的时候才发生了障碍，去不了了。这个时候后悔就迟了。我们深究它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我，这个我见很麻烦，我没放下了，我没有放下，跟着我来的自私自利，利害摆在面前。你是想利自己还是利别人？这就是考试啊！先利益自己，再利益别人就不行了。这大乘的机会你错过了。古人所说的高明厚利，你动不动心？必须要认识真假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明文理扬，假的。五欲六尘假的，七情五欲也是假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还是假的，假的应该放下。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天天练，天天接触，天天练功。六根戒除六尘境界。先要练到什么？练到不执着。执着放下了。执着放下了，见思烦恼放下了。再练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种叫真干。把儒释道的三个根就在生活当中做出来，那是什么？那是威仪有责，那是你真正在修福修慧。福慧就是这么成就的。为别人做好样子，真实的福慧呀！首先真有心，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学佛确实是为度苦难众生而学佛的，不是为自己。自他不二啊，因为一切是为自己，很难成就。为什么呢？我执不能破，我起心动念为别人，没有我了，先把我执破掉，我相破掉，下面是若实学者、初学的人，未能破相，但能依相转之，没破相就不要破相，没有关系，着相行，着相只要专制，这两个字很重要，专就是专一，专一到极处就是专制，也就是我们讲的至诚，做到至诚自然就感通了，感应就现前了。意向专制能跟佛菩萨感应道交，无不往生，不虚一也。相没破，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你决定往生了。如果相破了，我相破了，生方便有余土。但是极乐世界有三杯酒品，有事上有，理上没有。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世上有而没有。有没有？真有。为什么说没有呢？佛力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跟化身菩萨一样，没有差别。但是呢，不是你自己断烦恼证得的，不是的，是阿弥陀佛加持给你的，也就是说享阿弥陀佛的福报啊，自己没有福报啊，享他的福啊。所以有人问欧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你老人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你就满足了？欧耶大师说得好，我只要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他真能去啊，下下品往生也做阿惟越致菩萨，没有差别了。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虽然有四徒三辈九品，它平等，平等的样子就是你生到极乐世界的人，四徒的人都在一起，你都能看见，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隔碍障碍，我们见不到阿罗汉，我们跟他是不同维次空间，阿罗汉见不到菩萨，菩萨也见不到佛，不在一处啊。西方极乐世界
从下下品到上上品都在一处，在一个讲堂啊，在一起上课，在一起生活，这是十方世界没有的，只有极乐世界有。啊，而且上课我们能够啊想象得到，你看古人画的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啊，阿弥陀佛的大讲堂，佛在当中讲经说法啊，大众都在听闻，没有看到人拿经本。你有没有看到哪个画的画上有经本？有没有阿弥陀佛拿的经本？没有。为什么？不需要啊。啊，佛所说的是从自性流出，听众呢听了之后啊流入自性。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只有我们这个世界众生业障深重才需要经本啊，西方世界不需要这个东西啊。啊，无量无边的大众，那同学是太多了，他是从十方世界去的。啊，十方世界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往生到极乐世界人都不可以计算，数量太多了啊，所以极乐世界很热闹，全都是菩萨，只要到极乐世界通通都是阿惟越之菩萨啊，物质受用一切所需随念就现前。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制造。啊，通通是自信变现出来。自信是最完美的。不但我们无法想象，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也想不到，想不出来。啊，这样一个美好的修学环境，在极乐世界，不但见阿弥陀佛见性，见到西方世界一切庄严，统统见性。啊，它跟自性完全相同。这是教我们啊，一向专制无不往生的，不虚意，决定不能怀疑，怀疑的麻烦就太大了。现在时间到了，这一段我们还没学完，怀疑问题的严重，我们下一堂再学习。